有什么好困惑的吗？好像没啊，西药没啊，脱皮啊，脱皮，脱皮。所以现在到底在等谁啊？这一位啊，他在洗澡啊，叫他洗快点。他到底要洗多久？他已经洗多久了？脱皮了，脱皮了，我不知道他洗多久，已经脱皮了。脱皮啊，脱皮了，脱皮了，脱皮了。不要再盖啦！刚刚就是在盖，刚可能是在盖太多，所以才最不想。所以你没有想，已经想好了那个吗？最不想收到的圣诞礼物？当然没啊！想啊！想好了。主题是这个吗？第一题是这个，然后八个字以内。好了，我放完了。我放。哇，这个不错，这个题目不错。这是谁写的？这东西是谁写的？谁给我说清楚一点？这个东西，这个我只盖这个，一定会被当成是别的鬼玩意儿啊！这个好笼统哦，不知道可以抽得到吗？太笼统。我突然有个问题想问：辛普森家庭不算怀旧卡通吧？最近的吧，他算吗？没有啊，辛普森家庭其实播了很久哎、欸，播很久了。他到底从还有他已经到十来季嘞，十来季，已经超过十来季了，我印象中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我看不懂，这什么？你呢？发自内侧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也，这个也，我就说我这怎么拆了，然后又干嘛？为什么每个人都是两个东西啊？对啊，都是给两个啊，这是。这应该有人看得出来啊，我想管了。我最后一个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看不懂这是什么哎、欸。看得懂哎、欸，一次就能看懂，太好了。哦，它有一个整主体的东西，然后旁边。为什么是两个东西呀、啊？一点不可爱，怎么可能这样？搞一种坏录音吗？啊，我有录啊。What the hell？ 我很贴心的，都会先录。好哦！哎，这是什么？你也感觉出来你有盖一个字，可是我看不懂。好了耶！好了耶！那我们来看第一个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对啊，一桶汽油，那汽油没有错啊，这是汽油没有错啊。不是，你要看后面。好了，那就换下一个，谁按？我按吗？按吧，这是什么？汽油加火柴。汽油跟火柴，然后这是汽油吗？啊，小可爱。汽油？为什么汽油长这样？按回去。我也看不出来，这个是汽油，这个也是油桶。而且这油桶你冒火不是会爆炸吗？盖的多好。打火机跟火柴盒。哇，完全哪一个是火柴盒？不是，你要发现自己后面两个人做的东西完全一模一样。真的假的？反大会跟赖达，我就知道。你看，婴儿用品我是要盖个屁哦，我就盖成这样子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东西谁的？谁的？我的。我拍谁？为什么会送这个啊？你看，一定会变这样子啊！你看，如果我只盖奶瓶，就一定会变成奶瓶，就绝对不会变成婴儿用品啊！我盖两个东西一样，可能会被拆成两个。我知道说什么。为什么还带了一个上面那个婴儿好传神哦？对呀，我刚刚想到这个，我就直接放出来了。好棒啊！太强了吧！啊，我都不知道还可以这样放。猎人神表示很有兴趣。还有把直接插了他的头哎！要这个嘞，要这个东西。为什么在床单？为什么？我就变床单了啊！所以什么啊？我也会拆成油一桶汽油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红色的地方，谁看得到？不能盖字啦！哦，看到了，一桶汽油，汽油，怎么又为什么又回来了？这都是谁啊？你真假？一直盖得很传神啊！不是，后面是谁把那人头加上去的？女服装，这好可怕啊！啊，玻璃娃娃或洋娃娃，有点恐怖啊！呀，这就是我盖的，盖的很恐怖。你把碎石直接拿来打。哦、
个。去把摄影当眼睛，这也是一绝。在拿东西扔出啊！我居然没动、啊，哎、欸，哎、啊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好意在哪里？风筝。风筝，风筝还不错。原来有人猜得到吗？看得出来。这是风筝吧？哦，这不错，这不错。这个不可能歪吧？应该不会吧？这么简单，应该不会歪吧？不过为什么不想要到这个？这个歪的一题了耶。这个是什么？可是为什么你会不想要收到这个？你为什么不想收到这个？这是谁的题？你怕这个是不是？啊，我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想不到什么。USB， 你确定？收到好几个机票，我也知道。比较像呀。哦，就是这个。哦，就是这个。我就是说，我很想收到这个。我盖得很认真，我特意找图片。这集发出去了。我还收到这个。好强哦！这集发出去了。我有认真去找图片了。太夸张了吧！翻回一太夸张了。电击棒，哇塞！哇，我们怎么看都不像电击棒，好不好？我们两个去掉就很像。哇，让我横着看，完全看不懂是什么吗？为什么我看着很像机器人啊？多高？很像机器人？电击棒啊！烂死了！你知道我有很烦人吗？一般大家进来看，就会看到这个，这是泳装吗？尸体，嗨！我已经弄了那个了，这不是尸壳吗？为什么会是尸体啊？等一下，没啊，尸体哦，不想收到尸体，尸体不就是肉吗？一群僵尸跟一桶岩浆，你看，人不见了，这是岩浆了，原来就是岩浆啊！这种是看不懂那个尸壳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丢的是，如果丢的是僵尸，它会烧掉死掉啊，所以只能放尸壳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不然就是要盖遮掩。不是，因为一开始他因为他讲的是尸体，问题是上面又有岩浆，你放的是，如果你放红石上去的话，可能还好一点。哦，对，红石。你看我每个箱子里面都是岩浆哦，我箱子里面全部都是岩浆哦，真是用心。歪了，歪了，五秒就可以设财富了。你不要乱扔东西干嘛？你看卫生用品。你看那个超恶心的，这个到底是谁？我鬼啊！你们怎么搞不懂啊？卫生用品，谁来告诉我一下卫生用品是指哪些东西？卫生用卫生纸啊，女生的东西，我就变成盖这个了。你去看，你看打扫用具，你就不用再把后面的一起解出来。受不了，我还在把那个拖把那边有放那个水在上面。这个拖把，这个拖把，真实。这个拖把也太蓬了吧！难怪会那个，就是因为你们的岩浆啊，就你们的三个岩浆啊，真是的。懂哦。等一下，这个扫把或拖把是想要弄哪样？那个是说你想要你的礼物是想要选拖把还是选扫把？二选一的概念。清洁溜溜。第一轮结束了。耶、yeah.。